这个中秋很不平静，不论是来自于对岸的恒大地产的事件影响全球，还包括 F E D 的会议缩减购债，也让大家觉得这个杂音纷纷呢、啊。紧接下来，听秋股市到底该怎么看呢？请教建诚老师。F E D 缩减 Q E 已经利空出尽了，领先卡位第三季的季报成长。 欢迎好朋友来到《大丈夫》，古海涛金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永成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建成老师好，田静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到了九月二十三号，星期四了。好，在中秋连假期间，我相信大家一颗心都是七上八下的，因为呢，这个恒大地产的事件其实一直影响着大家，哈。错。好,好，那在连假回来，包括台股昨天是重挫的，因为在连假期间，其实美股已经先反应了。是。好，那昨天的大跌了四百多点，今天哎又弹了上来耶。今天又大涨，今天盘中最多两百一十九点。好，那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 是究竟这个恒大地产事件该怎么看待？它的影响性真的有这么强大吗？那今天似乎又有新闻出来哦，他们要拿钱出来了。好，那到底整个事件该怎么看待？请教建成老师。好，我想哈、哦，我们在这段时间，其实在昨天我就已经告诉你了，你管他费的会议，你管他债务上限，好、嗯<哼>哦，管他这个恒大的问题，我就告诉你，你不要随便被这个消息面给影响。是，所以。 昨天大盘虽然下跌三百多点，对不对？对，盘中 400, 我们不是告诉你吗？嗯、照样有股票会涨。<是>重点是你要选对股，你要看懂这一盘局。嗯、<哼>那当然，很多人跟我们反映说：“诶，老师，你现在的股海大丈夫频道订阅数都破两超两万人，我们有两万多的忠实粉丝在关注我们，嗯、是很想要听听我对。” 好，虽然我已经不 care 这个三个事件了，但是呢，还是很想知道我们对这三个重要事件的看法。其实缩点 Q E 这个，我们已经一路上这两个月来，我们就已经告诉你了。是，那今天正好是真的已经大局底定了啦。是昨天会议，昨天凌晨嘛，对，我们等一下把结果跟你讲。我想这个结果跟我们当初预测的哦，几乎对，虽不重哈。 不，近九成啊！对，不不愿意啊、哦。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大家关注比较大的，就是这个恒大,恒大事件。先来恒大事件先来啊、哦。对，在周末，廉价已经影响了美股的这几天。你在放中秋节的时候，<对>哇，这个美股突然崩跌六百多点、啊，好可怕，把大家吓死、哦。对呀、啊，我跟你讲，只有我们团队没在下、啊，还在喝咖啡。我们,我们跑到坚持山上啊，去喝咖啡，看风景，然后。 去度假，还带这个我们团队去骑马，体会在马背上的奔驰的快感。其实应该讲说是马背上的操盘哲学啦，真的哈。哎、哦欸，这听起来就好厉害啊！這個、有空我们下次我也要体验。叫什么？叫马盘？马背上的操盘哲学？因为你知道，其实在马背上会这样，会震啊，有节奏，对，就跟股票一样、欸、会。 震有没有？有那个节奏律动。对，但是你再怎么震，我们人要维持维持住那个平衡感。对，所以其实你不要看啊，我光从马背上在骑马，我都能够从当中体会出体会出操盘的逻辑。厉害，马怎么震？你不用怕，不要担心。重点是你要平衡好。对，要稳住。好，所以就像这样，这个盘消息这么多，上上下下，你要跟着浮浮沉沉吗？ 还是你要把你的重心抓好来，嗯、抓稳。你管它怎么震，嗯、<哼>你不会摔下嘛、嗯？对，你不会翻船。是有没有？好，回过头，恒大这个事件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嗯、对呀、啊，全球全球都在被这个新闻事件影响。道球。嗯、对呀、啊，崩点盘中一千点来回应，大家都这叫自己吓自己。 哦，oh, 有没有？怎么说？因为大家都很怕它会重演二零零八雷曼风暴。我们等一下大概很快把这个大这个过程跟你讲哦，<好>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电视也有财经专家在讲，<是>哦，不管什么台啊都在讲这个重点。嗯哼，我们这两万人很想知道陈晨的看法是什么。 独到精辟的见解。从五月到现在，所有的风波，我是不是都带你度过？没错、嗯，对不对？嗯、同样的，恒大风波，我一样可以带你安然度过，好吗？怎么看？你先来看这个新闻，你就会很傻眼。啊哈、嗯，昨天才在担心恒大会怎么样，会会,会倒，对，对不对？雷曼重现，对呀、啊，结果今天居然说什么？诶 恒大危机啦，怎么样？要重整啊而且传闻怎么样？嗯，他要还债息，对他要拿钱。本来担心他还不出来，现在怎么又突然有钱还的出来了？对，股价飙三成。嗯哼，然后今天美股也涨了，台股也涨了。请问去砍低的人，你怎么办呢？傻眼，只有我们怎么样？对，狼心在在，对不对？好，嗯，事件始末，好，恒大债务是不是陆版的雷曼？很多人在。 一直拿来对比，对不对？对对对。嗯哼，我跟你讲，这就是外行的人看热闹，对不对？你就是一个消息来，你就觉得恒大什么又什么大到不能倒，会不会像雷曼？是，你们都搞错方向。嗯，雷曼是金融公司，雷曼是投资银行。是恒大呢？地产它是很大没错。嗯，它就是一个地产企业。对，它有借钱给很多人吗？没有啊。它是有跟人家借钱没错，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属于。 中国国内的事件，你听我讲哦。第一个，嗯，嗯当然它是中国嗯最大的地产公司、嗯、产集团。其实我昨天在节目中透露哦，其实你在大陆又没房地产，嗯、我没有，你又没跟恒大买房子，<laughs> 你也没有吧？对不对？你又没跟他买房子，你的钱，<laughs> <对>他房子盖到一半人跑掉，嗯，跟你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但是我认为，因为它很大，对，所以我认为政府会出来收尾。嗯，就就算恒大倒了，嗯，嗯听说他有一千，讲到这个、哦。<laughs> 因为我昨天哈、啊、就无意中去看某胎新闻啊，是，然后他就找了我们金融金融界的这个前辈啦，哦，然后就讲说恒大哦这个在建的建案一千两百个，嗯好，那这些一千百两百个都是什么？这么多的，就是盖到一半丢在那边，然后就搞得一大堆人心惶惶怎么样？对，我跟你讲哦，就算是一两个在建建案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这个到时候几个建商把它分一分，<诶>然后接续下去盖，然后后面交款收回来就好了嘛。也是哈、哦，对不对？是可解的。我们台湾过去这几年有没有发生建商倒闭的？有有啊，盖到那跑掉啦、啊。有。然后那个楼怎么样？就有人接手去把它盖完，然后把后面没收工程款收回来。收收尾，对。所以哦，嗯，每次发生一个事件，你要。 先想，比较冷静，然后去想整个事情到底有那么大吗？不要人家说大你就跟人家说大，嗯，哦，所以说你要做大一定不要做麻雀，对，好不好？人云亦云啊！你看他集团在去年的全球排名世界五百强，哈，那当然他也发展什么汽车旅游都有，怎周边产业？嗯哼，来，他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轴是一开始一发生之后，呃，这个。 恒生指数大跌，对不对？然后紧接着什么？国际开始哦，很大事件都来开始。那我觉得最主要是有一个导火线，是四大信评机构。你知道，这信评机构哈，当它调降平等的时候，它的债券就会可能评级被往下掉，大家就不敢借钱给他。对，好，我认为信评机构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性。对，然后呢，在去年的八月，其实哦。 嗯，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嘿，好、哦、房地产呢，他们就有一个融资新规定，他就问到怎么样，嗯、你要房地产借者，业者就很难借新的再去还旧的，嗯哼，所以会变成他们债务哦，就开始出现卡住了，对，就开卡卡住,卡住，卡住，有这个状况，所以整个事件其实哦，嗯，它基本上从去年的这个融资的新规定，嗯哼，然后慢慢上来。 到这个债务的信用平等被降平，嗯、然后然后才发生什么？嗯、<哼>在恒生指数这边开始大跌，开始爆发出来，重视这个事情。对，那怎么才大跌完？嗯、马上又说他有钱要还利息。对啊，钱哪来？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你会被消息操纵？<laughs> 对，你有没有想说这有没有可能是有心人在后面操嘛？操弄？弄<对>先做空。 把指数砍下来，把公司股价压低，让大家害怕丢股票出来。搞不好人家那部人哈，来我就等着。等你丢出来，等你丢出来，然后我就突然放消息说我现在可以怎么样？我要还钱了，那股价突然就飙上来了。你不要看，天哪！你看这三层就多少赚到钱的。对，你又去杀低，人家反而怎么样？赚钱，赚钱。所以做股票真的不要乱听消息，是不要随着跟消息。 来，嗯，真刀非真刀，假剑非假剑，啊、利多非利多，利空非利空。你看，我们昨天我就讲，如果昨天你中秋节一结束，嗯，所以开低去杀低的，你去砍的，不是就傻眼了吗？真的，对不对？没错。好，嗯、<哼>那究竟跟雷曼一不一样。欸、我这边分析给你听。好。 恒大跟雷曼是不一样的。老师，你刚刚讲了一个是银行，一个是地产嘛，对不对？当然它有一点跨足一点金融，但它金融没有像雷曼那么大，它的金融主业在。你知道雷曼那时候发结构债嘛？对。然后全世界银行都在买，为我们台湾银行都在卖雷曼的对债券所以它只是一个中国内部的问题，对，不像雷曼它会影响全世界股市，造成金融海啸。嗯哼，好。 那另外一个是恒大对中国以外的国家破险程度很低啊，因为你说哎、欸，可能有一些人有雷曼、嗯、呃有那个恒大的债，的但是呢其实基本上哈、喔，嗯、你要像在当时雷曼是每个商业银行都有联合哈、喔，对，受到挤兑，呵呵好吗？那其实哦、喔，在这个一连串的倒闭，你是到。 上个去年，即使发生新冠肺炎，有没有？嗯，这些银行手上都现金很多。嗯哼，好，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些银行会因为雷曼受影响。是恒大，不会受恒大影响。那你说呢？如果说恒大事件对欧美还有台股影响呢？我们刚刚讲过了，其实欧美对恒大的这个债券各方面不显部位，主要是他有去买恒大的债，对海外债，对不对？是。可是哈，从最近哦，东方汇理他出清哈。 就已经怎么样？嗯，九成恒大的债券消息来看呢、啊，嗯、目前的持股部位也是偏低哦，对不对？那再回过来看，我们台湾的金融机构对恒大的普险只有二十二亿，你知道我们金融赚多少、欸？哎、嗯，今年赚上半年我们的金控赚好几千亿耶、欸，所以它的只有二十二亿是，其实真的零头彼此大好吗？零头<投>，你知道所以。<laughs> 你在担心什么？哦，跟你的影响的性真的不大。我就告诉你消息就会恐吓不懂的人。对，好吧，所以我才告诉你，我们的节目哦，你真的要，你要锁定，真的，真的。我我没讲话的时候，不要随便去听别人乱讲，你懂吗？要不然你的股票，嘴里砍在低点，今天你看所有股票涨上，你不是？对啊，吹心肝呢？哑巴吃黄连，对不对？对有苦说不出嘛。嗯，那。 这个风暴，我们投资人到底要如何趋凶？嗯、哦，趋吉避凶，必凶对，就告诉你嘛，<对>你看我节目，你就会趋吉避凶哈、哦。对，我跟你讲哦，其实你中秋你被影响，呵呵对不对？嗯、昨天已经反应完了，一天，对不对？有把美股他们暴跌的那个已经反应完毕了，所以你一动不如一静。 对不对？你跟我不但我们一动不如一静，我们是也有动啦。我们是节，而且节前也先买了。我就已经跟你讲，当股市你看不懂的时候，你要跟我怎么样？回归基本面。什么基本面？你看台股基本面有没有改变？没有啊？对，外销订单还持续成长啊。是啊，半导体，我不是告诉你，半导体下半年还很好，对不对？结果你去看昨天美股三大指数，嗯哼，谁在涨？涨最凶的。 飞半嘛，对，有没有讲错？没错，我的看法没变，没变嘛。你光看指数，嗯，一直稳，反弹最多的就飞半，飞半先。我有没有讲对？对，有嘛。所以今天电子比重又往上。对啊，所以你昨天懂得去低阶，嗯哼，半导体股的今天应该都赚了嘛。是。但是如果反而你昨天去自己下自己去乱砍。

实战分享会，我们就跟你讲说电动车，对不对？先进制成，Mini 类先进制成高速传输。这在第一场就告诉你喽。所以这是成长股，趋势成长股。昨天压低，你你自己说，嗯，你是应该要买还是要卖？压低反而不是让你之前没买到的，然后有低点给你买吗？你又如果说你又不敢买，你今天又看到它涨上去，啊，你不是堆星光是啊，所以我才我才告诉你。 如果昨天三百多点那么好的机会让你去低接你都没有接的，你又不敢接的，那你真的不适合自己做股票，嗯好吗你要来跟上我们的节奏，是跟着大老鹰团队，让我们带着你做就好啦。是啊，大老鹰一档一档都飞起来咯，待会再告诉你哦。好，继续看，继续看好。讲完恒大哈，好，恒大老师帮你。对，刚刚其实主要几个方向嘛，第一个它是属于。 大陆境内，对不对？跟雷满全球的差别不同。我就跟你讲，你又没有恒大的债券，对，你也买没有恒大的股票，所以不用担心。你又没有跟恒大买房子，你在担心什么？是，对不对？更加那边化修，嗯，好好的这个中秋烤肉不好好烤，你一颗星七上八下在担心，对不对？好，不要管他。所以我认为重点，嗯，根本就不是恒大啊哈。其实重点是我这边告诉你的，是，对不对？嗯。 不要管恒大了，那我们要来看的是美国的债务上限。我告诉你，这才是不定时炸弹好不好？说到美国债务上限，如果你是股市小白，那我现在跟你讲这一章，你一定要认真听清楚。好，为什么？在二零一一年，就是十年前的时候，嗯哼，那时候不是才刚金融呃，二零零八金融风暴，金融风暴之后，对，整个股市从谷底。 弹上来对哦，我记得那从谷底上来到二零一一年那三年到四年，其实是有一个多头，一个大多头，大多头。因为那时候台股的话，就从三九五五开始向上弹嘛，弹了七千多点，对，也是一波大也就回到七八千点。是，但是你知道吗？嗯，就在那个时候又开始有这个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哈哈，对，什么叫美国债务上限？你知道美国就一直在借钱，对不对？那他借钱，嗯，他就发他的美国。 债对不对？去还好，那他越欠越多。是那他他们自己国会就定一个，嗯，在一个上限在这里，好不好？那你看哦，我现在这边给你整理一个数据出来了。好，他们现在目前的负债，嗯哼，已经怎么样到了二十八点七八，高对不对？好，二十八点七八兆，嗯哼，OK，嗯，那他们呢如果没有。 再提高的话，换句话说，没有提高就就不能再借钱。对，那你不能再借钱，请问他现在这么急躁的基建，对啊，哪来？对啊，而且美国的政府要养这些公务人员，是要发薪水了。对，而且、哎、他他因为，他现在如果不再拿更加借钱，根本就发不出来了。他已经口袋空空了。对，那你知道吗？嗯、这个时候哈、哦，如果 没有钱发薪水，他只好关门罢工啊！我告诉你哦，关门哦，那影响可大了。你知道那时候十年前我正好去美国了，我正好一个那时候去美国，然后去那个我去那边进修不是，我就这边去短期进修一下然后你知道正好遇到嗯关门哦，那事情大条，那怎么办？短期关门，然后我要去优胜美地有没有国家公园不能进去。 我大老远从那个多家旧金山坐车开到那边进不去，不去傻眼很多点进不點去。你可以在周园公园的大路绕了，<明>那时候都没人去，去啊、你知道吗？没人去，你知道，所以那个狼啊熊都跑到路上了，嗯、你知道吗？我讲是真的，有图有真相哦。那是因为他们那个都是属于公务机关嘛，公家机关，他们全部都关所以他们就暂停，一直到什么？嗯，出來我会通过通过举债上限，<laughs> 嗯、<哼>他们薪水。 拿得到薪水才发到的时候才重新开张，好，这影响很大。就在那时候，因为国会不同意，嗯哼，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标普突然调降美国国债的信用平等，哦，一调下去，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K 线？这是当时的 K 线、啊、还没调降平等之前，它在这边。对，突然标普哦，太可怕了。对，错就是大家没有预期到。 国债会被降平，对，一降砰，哇，那个跌的速度太吓人，一降立刻就对，就下去了，就下来，直线下坠。对，下来之后呢，打了两个月的底，嗯，到了十一月才才才慢慢在开始往上。所以我认为大家担忧的反而是这一这个议题，会不会突然哪个信评机构又跳出来降？美美美国。 美国股市现在在相对高点，嘿，对，担心说会不会信平机构又突然跳一下调降美国国债？我靠，不得了，那就是大事情了，对，那就大条，会不会重演二零一一年的那一次八月的那时候的风暴？我记得那时候是在八月底，嗯哼，然后突然到十一月，对，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呜，所以这才是大问题，我觉得这才是不定时炸弹，好吗？嗯哼，好，所以。 但是我是要话回过头来跟你讲，真的发生了哈，是你不用担心哦。说真的，怎么说？怎么就？那它就是一个短线利空叠下来，它就跟那个去年新冠肺炎三一九就是一样嘛。这样杀下来，其实哦，如果你没有第一时间在那边跑掉的人，我认为你也不要在这边不要杀，你也不要在这边再去杀了，因为为什么？杀那个低点，因为哈，过一段时间呐，有有在这里跑掉的人，在这边他会接回来啦，然后他会再帮你再坐上来。 哦，因为现在经济很好，对，不要担心，大环境是好的。你们都觉得可能是黑天鹅，嗯哼，好，那我是认为说，嗯，你要回过头哈，当然有可能会有信评机构在搞鬼，有可能呐。老师用“搞鬼”两字，对，有可能呐，因为总是有人会比我们早知道，当然有人在搞鬼，但是我已经。 跟你讲过了哈，先帮你打预防针喽，就跟骑马一样，对不对？嗯哼，抓住奏马很正，对不对？對马的那个骑的时候，那个浪很大，对。但是你不要轻易被甩掉，好，你就是抓好缰绳，平衡好，稳住屁股坐稳来，那就对了。懂了，好。啊、所以呢，健身老师已经帮你把心先稳定了，趋吉避凶了哦。<是>好，那紧接下来呢，会议昨天凌晨。 总算开了，<laughs> 对对对对对,對，<laughs> 千呼万唤始出来答。答案终于差不多都揭晓了。<對 S 2> 好，建成老师，其实这个您您上次在分享会也都跟大家提了，对不对？之前大家在等那个 Jackson h 對,對,对，好 <laughs>，Jackson h 完了，接下来那大家就要等 FOMC 到底要决定什么时候升息，<laughs> 什么时候缩减购债。对，其实我们在之前哦，我们就已经跟你精准预测了。是的，我们说九月的 FOMC 会议。 就会告诉你缩减购债的时间表，没错如果你还没有看我实战分享会，你还来得及，赶快你。你还，想看我里面到底讲哪些精彩的东西？打电话来索取连接，包括我们的中秋标股礼盒都在里面啊。等一下會公布好甜，好甜。等然我们讲我们的标股礼盒哦 <laughs> <好>，看有多准就有多少、啊。好甜呐、啊！来，我帮你整理出来了。是，是会议四大重点。嗯哼，第一个。 来，我们天心比一下，是在这里、啊、好，最快十一月开始缩减购债，嗯、是这边其实跟我们讲的有点出入了啊，嗯、<哼>因为我们说他其实在这一次会议就会讲缩减购债，购债<对>，那我预估十月就会开始，好、嗯<哼>，好但是差不多差不多十一月，差不多晚、啊、一个月好嘛，对不对？嗯嗯嗯，嗯嗯好，再来再来。再来 二零二二年年底前升息的几率会增加。我告诉你，我这几个月来我就已经告诉你我就已经告诉你哈，就是在嗯哼，我这几个月就是告诉你，就是在明年年底有没有都告诉你二零二二年，所以今年的钱你就照赚就对了。这一直在告诉你的点，对不对？我只只记得今年钱照赚。我们还把。 之前美国怎么的做法都告诉你一次一次，一正式宣布之后，嗯哼，利空出尽，对，后面还涨了一整年，没错，一直到升息前是才开始跌，<是>有没有？这个都讲过，都讲过好，嗯，节目你真的每天看好。第三点。 维持基准利率零到零点二五区间不变，有没有升息？没有嘛。我告诉你，升息一定是缩减购债完，才会开始升息。所以就一年后就对了啦。懂。你不要看那些新闻记者给你讲什么要升下，那都是一年以后的事情。好，你现在就先赚就对了，你不用想一年后的事。你还要被怕吗？不要被吓吗？对你不要白白蹉跎这一年的时光，好不好？再来，最后一点。 下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至五点九，是本来六月预期是七 percent，为什么要下修？嗯，嗯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 Delta。 哦，疫情的关系，本来都打完疫苗，以为大家都可以出来啪啪走，对，哪知道又出来一个 Delta 变种病毒，所以啊，嗯哼下修有没有？有，所以下修，好，所以我帮你整理出这个 FOMC 的会议四大重点哦。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好像又再看了一场实战分享会，真的是精彩。好，因为哈，呃，有粉丝跟我们反映是觉得陈晨老师你的分析很精辟。 我们有实战经验，嗯、对，有国际事野，我们又是财经硕士，有专业背景对对，我们有专业，嗯、哦，所以希望我不要只是讲讲股票而已，<对>以可以解解<他>财经大事，对、哦，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跟在跟各位做一下这样的分享哈、嗯哦，我们的分析是不会比。嗯 财经电视台的那肯定的的财经节目来的差，真的，健身老师的分析是很独到的，<对>而且都是预言的。Okay, 像这些<对>这四大重点，其实之前我们都预言过了<对>哦。Okay, 好，那所以重点不只是要跟您分析到国际事件，其实我呵呵个人比较喜欢分享的是我们的标股礼盒，标股、啊、礼盒不得了，好朋友们，你有看实战分享会的，你有拿到我们的标股礼盒的，我相信今天你都笑呵呵，因为到今天他们今天几乎都是创从九月十二号。 分享会以来的高哦高、啊，对啊。好哦，老师，我可以直接讲是哪两档吗？可以啊，第一档是谁？三一四一的金红，金红今天的表现，我们直接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好,好，看到了金红今天真的是大涨哎，非常的强势，盘中最高一百七十五点五，实战分享会的时候才一百六，一百六，一百六，对，一百六到天也是天赚十五块啦，对不、啊、对、啊？ 所以，你看思想分享会，我就说嘛，嗯，有看，有看，有好康。我觉得我还全部五块波比哦，五块五块康，五块五块康，好，对不对？对呀。然后另外还有一档哦，六一零四的创维，我也直接大公开了，好不好？就是创维了。今天最高来到一百五十五，好，一百五十五。嗯哼，你看啊，我们这个当时在这个思想分享会当中呢，我们就是。 就直接大公开的，那我们的中秋礼盒里面就这两档，好不好？你都可以看得到这个画面，有有老师截图、這個哦、有没有？直接截图给你看。你看我们现在这一部影片的观看，是因为我們没有公开，对，所以我就说你要看我详细的内容。你看我们现在有一千四百八十七的觀,观看人次，你要看，你只要来，嗯、我会把連你你取连接你。 我给你，我把链接给你，二五四二九九七七，你现在打电话进来都还来得及哦，都还可以索取，对不对？所以金鸿创维当时我们公开的嘛，是那上面我说我们留给会员会员的嘛，是办好。我相信后来来入会的，你跟着我们做这两档，你也赚到钱弄假滴滴啊，哈，好。所以老师还包括了，其实，在我们实战分享会当中，我们的记底法人作账，那十档。 我不夸张，那十档今天三分之二强，通通都是红的，<是>而且都是创九一二以来的高哦，长得非常漂亮。那老师之前我们开了几档，对不对？對开了连帽，嗯、连帽今天也创高哎、欸，是六二一三连帽，我们也让大家今天起红也是啊，起红连联、啊、帽。起红我们昨天就开牌了嘛，是没错，啊、今天起红持续大涨。所以呢，这边有没有？你看。啊 你看，我们已经亮牌的，对，创维、联茂、有旗红、爱普，是大涨啊，是没错，对，威风，威风也很威风。这几档今天都很喷嘛，都很强。然后呢，其实第一档是哪一只，你知道吗？就是我刚刚开牌的三一四一的镜头我我其实很想再偷偷露一下，中间还有一档，第九档那个贴起来的那档有没有？这档贴起来的哈，这档什么？三一八九锦硕。 直接漏给你了，三一八泽锦硕，我们来看哈，今天 A B F 窄板强不强？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锦硕，看一下这个那个今天的股价，今天的 A B F 窄板很强啊，难点也创高，锦硕你看看今天的表现，这个盘中最高来到二一九，你拿到你拿到是不是通通都赚得到？真的。 健身老师，我们拍拍手放烟火呵呵，今天很开心。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太精彩了，好朋友，你看两遍看三遍都值得，因为建成老师帮你把。 重要的国际的一些事件，帮您抽丝剥茧的面面俱关的，帮您做分析，甚至包括 FOMC 的四大重点都告诉你了。恒大事件 man g a 那重点呢，连中秋标股礼盒也都开牌了。好，那经尼法人做张的几档股票，今天也都强强棍了，恭喜大家！重点是现在都还来得及，对不对？对。 大老鹰都帮你准备好了。嗯、那这两天我们的大老鹰表现也都非常的亮眼。重点是下一档的大老鹰到底他是谁？想跟着建成老师继续的来享有大老鹰没问题。皇家专案持续的回馈给您。广告中电话直接拨通二五四二九九七七。然后再次感谢陈建成分析师今天和好朋友做的分享，感谢建成老师。谢谢甜心，谢谢各位，让我古海大丈夫陈建成带你富贵稳中求。 加入永成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古海涛金的行列。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